停下来。确定可以放吗？不知道、啊。他的符号变成是用看的，哦、变成就不是原本是锁起来的，对。哦，原本不能。等人到齐喽！等大家来喽！关音乐了哦，他自己跑去哪了？来了，你是方向啊！放喽！我就丢失硬盘。放吧！哇，真的是哦，放了就直接开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还有哦，哦，就是这个吗？太亮了！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光，就是这个光。是什么？这个光，还可以这个光。哎，怎么光不见了？被捡走了。有一个，他自己捡走了。那个干扰器一样。对，一模一样哎。对，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可以使用的意思喽。不是吧？走，我们再开，再上，这个上得去吗？你在看他？擦地板，擦地板。啊啊啊！你把摔爆了吗？哎，可以打哦。擦地板。哎，捡起来了。等一下，被捡走，我的东西呢？小雨身上。小雨只有一个。他变一只杖，可以戳在地上。对啊，这能干嘛？这要放在哪里？火把。这可以放在村长家门口。火把是不是？光明灯。插在某个地方吧。我偷看一下，他就拿起来，然后你可以放。拿起来，然后又再插回去。他就再把它插回去地上。哦，光明灯。如果把它插在岩石里面呢？哪里？哎，插在岩石里。插在岩石里面会怎么样？哦，可以试试看哦。哎，刚刚哪一颗呢？插岩石，插这边的问题。看看。我觉得我们会死哎。好，你就全部都要死了就算了。没事，没事啊，完全没事，杀得很稳哎，没事啊。这个要干嘛？这个很稳。有聊天室观众知道啊。对啊，我蛮好奇这是什么的，因为网络上好像像是什么干扰器之类的，可是这也是工艺品。有人说红色召集野人，蓝色驱散野人。哦，驱散野人。所以我们找到哦，所以我们只要插在那个中那个我们度假车就不会有野人来拿着走啊，就不会有人。那我们就拿着看到野人要冲过来的时候，把插一下这个看一下会怎么样？嗯，实验一下，所以可以召集野人是吗？怎么样？驱散吗？驱散，那是驱散。红色是有另一个是红色是？啊，红色在哪里啊？好神奇哦。哦，所以这算是就是在找宝了吧？我觉得。对，嗯，所以真正剧情其实是救他儿子啊。嗯，照这样看来的话、啊，如果真正的结局应该是接下来就是找宝藏了。哦，对啊，真正剧情应该是救他儿子，所以才有机会。对，然后不就是永远在这边生存，然后就在那边生存，来不救啊，活该啊。哦，有人说是左键蓝色，右键红色。哦。哦，好，我等下试试看。可是不对啊，右，他插在地上的时候样子不一样，所以会招野人过来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有永久的食。可是我连大只的那也好啊，我们就有护甲啦。借护甲，我们现在还需要护甲吗？我需要啊，被你炸都烧走了。需要啦，因为这个机务长我们都护甲都掉了。我试试看哦。对啊。这样子嘛，所以它现在蓝色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声音哦，停了。然后呢？好，停下来。然后拿的人变野人有没有？开始杀。对啊。有没有回刀？那再按左键吗？野人要变野人。我按左键可以启动或关闭。哦。右键。哦，回转了。我已经准备好弓箭了。哦，变紫色，变紫色，然后砖块变红色了。别去死吧！注意哦，有吗？人要来了，有变红的嘞，变红的了。啊，野来！感觉洞窟有了吧？野外，对啊，应该是野外吧？野外啦，放在野外好了，放在野外。哎，如果拿在手上的话，会不会糟了？会不会糟啊？不知道。帅，走，去外面玩。我先关起来。很猛哦、喔，还蛮帅。那就那真的要放团团家了哎、欸，他可以拿到龙蛋一样啊。嗯，哎、欸，小心熔炉哦，熔炉踩过去哦，记得踩过去哦。哈哈哈！一定要踩，记得踩过去。太嗨了吧！是来帮我们大家照明的吗？我怎么听到有人烧起来了？是音乐哦。
直接踩过去，直接踩过去啊，不是吗？它完全可以这样子直接变黑的。我们可以不要在这边放吗？这边好冷，好冷哦。我们要回家附近。对啊，我们去家附近嘛。哎、欸，有啊，好多哦。哦，外面可是我没有开哎、欸。你刚刚不是有开一下？开一下。超小，干我屁事，干我屁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这个时候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回家好了。你用驱散吗？如果我用驱散的话，是不是？哎、嗯欸，哦，没了啦，哦，沒了啦哦，一直打人，痛啊！哎、欸，那个拿着光会紫紫的、欸，黑的啦，都掉了还不死，下去，下去，好高哦，跟旁边掉下去。不然你就滑一下，滑在旁边一下就没事。来来，对，这个时候，有野人，有野人，我去看看。你想这个时候要做什么？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对，这个时候就应该这样子才对啊，享受人生，哦、来，及时行乐。啊、哦，我没有壳，我也想要有壳。我卡住了，拔起。这次我卡住了，就这样玩。多玩，不玩就要、啊。你如果有回客，你就可以拿着就可以玩。对，冲哦！啊，弄掉！哇！我的天，撞他撞表，弄表。弄完了，空白键，然后加左键哦。嗯，对，先按一下空白，然后再按一下空格，然后按住左键。如果没有没成功，要。耶！我要再一次吗？好吵！对，这是滑草游戏。我走回来了，小雨，你怎么不去砍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乌龟了。好啦，给你，你在哪里？哦、你也太远了吧？砍、哦、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让我滑了？后面有。哎、欸，你猜地上有那个符号。哎、欸，野人来了，跑哦！哇，还有 echo 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真的来了、欸，走喽！哎、欸，真的来了！哇，走了，走了，跑过来了！我走过来了，滑草滑草。那我如果现在……不要！没事，我插地上打过。驱散！啊！驱散了吗？驱散了吗？我在玩龟壳，吃我的壳！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！哎、欸，附近野人好多、哦。走嘞！就跑、是、走嘞！他在这个野人也太像桦木了吧？他是黑色白色，你看啊，小雨下面这只。哎、欸，滑了，跑走了，有没有杰克？欸、有没有像桦木？超像的哦，它可以转弯嘞，这个还可以转弯嘞，是龟壳，龟壳可以转弯嘞，可以啊。他跑走了，我桦木不要跑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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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叠加布，哦，叠加布，啊卡住了，叠加布，有没有要战斗的啊？招野人哦，要我回家，我要回家了。不能玩龟壳，我难过。赶紧找一个啊！他是不是龟壳有 CD 时间啦、啊？对啊，刚刚好像要跳不下去。他不能让你一直一跳再跳啊！好好玩啊！他代步很好用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小雨，嗯，小雨，来，擦你的名字。你擦什么颜色？红色啊。直接跳他来了，我们不是要回去村庄吗？回村庄，回村庄。来了只鳄鱼了啦！啊、原来可以招鳄鱼啊！原来是招鳄鱼哦、喔！可不可以把贩卖机带回家？哎、欸，鳄鱼肉超多的、欸，野人来了啦！对啊，有人家要跳回家了。有，我看到野人来了，他来了要跑走了。哎、欸，剑子还我，剑子还我，对，你走吧，拜。见再见。野人在看我啦哦，有谁在玩？很多，很多，很多人，很多人。团团有人在找你啦，他一直在跟着我啊，我不想理他。哎、欸，这全身白色套装的人哎、欸，对啊，就是新的，最新的。嗯、那你看他的头的，他还是戴了一层头别人的头的皮哦。嗯。后面是封钱，我第一枚，他是。哎、欸，如果我拿这个当手电筒就好了，好亮，还不同颜色哎、欸。
哎，那个东西带到村落之后啊，接下来的剧情就会变成是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会为了那一颗球，然后进行权力斗争。然后到最后呢，我们那边也变成了野人部落了。真的，太恐怖了！擦蓝色，擦红色。对啊，剧本都写好了。擦红色。所以那个是天线吗？会不会说话？他会跟你打架哦，其实他是一把剑啊。哎、欸欸，你们过来之后会有蜘蛛哦，会有花蜘蛛蜘蛛你。我看到蜘蛛在海边逛街，好远哦，超远的。对啊，而且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这款游戏啊，我刚刚是在爬文，发现有人有整理出新手生存的地点，最好的地点有哪里？这样，他都整理好了。我们那边不错，新手就不错啊。我们那边其实还算很 OK。新手生存的地点什么都蛮近，找多一点朋友来玩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其实找多一点朋友来玩，你在哪生存都不是问题，都实在啊。哇，我觉得到哪都可以，一天就变度假村哦。不要在雪地就好了，因为雪地真的太容易冷。雪地一开始真的太冷了，没办法。对啊，夜游回家了，好远啊。TP 没有 TP， 我也要 TP。快了，终于快到家了。到家了，到家了。这是我们的可爱的家，度假村，可爱度假村，可爱动物就是野人度假村。啊，应该这样子，应该就也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可以看的东西了吧？就没有人，哇，那大概真的那个救小孩就是真正的剧情。这救小孩应该是真正的那个啦。然后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之后他就延续下去了，附加这样子，就是你选的这个就是他不再让这个事情再度发生了。对，这个应该是后续面才加的东西。对啊，要食物的时候就转红色哈。对啊，也有一部分是我们难度有调简单一点啊。如果我们调是困难，应该会玩更久一点，因为光弄野人。对吧、啊？也是、啊。我放个洞，你直接拿走。帮你烤哦，我怎么会知道你？我按到一哦，你那边不是还有一块新的？吃啊！直接跟我拿走，这么顺手、哦。我想说那边有一，我就按啦。地图档居然有人要这个地图档啊？这有办法给吗？不行吧？不是啊，地图档，你去玩游戏，大家都是上地图啊。大家地图档是不是？没有啦，他们是要我们盖的这些东西。哦，不是啊，我们都是用字定义它里面的那个盖的啊，你盖出来也是长这样啊。我要来玩玩看红色。他希望还原成度假村，就像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那个什么那种抽风的地图打、啊、一句就是懒得盖嘛、欸、对啊哎、欸、你们好了吗？我们来看看吸过来可以吸多少好了。好啊，可以好了啊。可是这个应该是没办法给啦，因为它好像是读跟那根据开房的人去那个的。哎、欸、是要左键左键是红色反转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，可以插了，可以插了啊，不一样，全部找。结局不就两个而已吗？你不要插在停车场，你插旁边。结局只有两个吧？还有猫啊？对啊，应该是两个而已吧？哎、欸，要怎么插啊 ？C 啊，就是 C 吗？按地上按 C。来啊、哦！你干嘛插在马路中间呢、啊？跟你说不要插在停车场旁边，等下要验车、欸。你应该插在这边才对啊，就是我们射箭靶这边。啊，欢迎你们到来。对啦，种子码的话，地图都一样啦，没有种子码之分啊，我没点。通知嘛，对，它都一样。来来来，版本1.12。狩猎了，狩猎喽。嗯，太红了吧？太红了，来了吗？没有，看到了，没听到声音。不过刚刚真的的确一插之后，附近都有野了，不好是运气。应该这边照理讲应该会有吧，因为我们旁边就是那个了。对啊，我们家附近不是很常来一些奇怪。那为什么那些人看到这个会直接被变哭？哎呦，算踩到陷阱，太亮了。他们原本是要去拿它还是干嘛？你知道，就那种费洛蒙还是荷尔蒙？费洛蒙，有没有要求偶的？散发出费洛蒙就在这边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很安静啊，比我们平常还要更少野人、欸。对啊，没有什么反应。